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虎年这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年份，为什么呢？虎年你想到就能想到很多吉祥的成语啊，比如呢？比如说虎虎生威。哎呀，您来一个，虎头虎脑，虎了吧唧。你是不是虎啊？新年了，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，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期待我们的节目很久了。你看女生们，她们来了。虞书欣，虞书欣，虞书欣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一颗小星星的组合，我是虞书欣。我是陆柯然。我们今天给大家表演的节目是歌曲串烧，我们向幼儿园汇报表演。分在这儿。哎，你们可以满足我拿 A 的心吗 ？SSS， 你们装的像一点，就是要讨论，然后给我 A。我们讨论一下吧，我们讨论一下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炮都放出去了。你觉得要给什么成绩？我觉得 B 吧。你觉得要给什么成绩呢？我觉得，我们要不要折中一下？你觉得呢？我们一致认为，本次虞书欣出舞台的评级为 D， 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好，是 C 还是 B？ 黄老师，我们加快点节奏，行不行？恭喜我们虞书欣本次出舞台的打分评级为 A， 非常的棒。好感人，你要不要上去感受一下？放过我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我们就想大家见识一下魔术的魅力。魔术 ，magic。Yes， that's right。好，让我们有请非常优秀的魔术师。然后你就溜走了，我一打开。好，行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一年一度的滑雪大会春晚现场，我是你们今天的魔术师 Justin 黄明昊。我是一个拥有魔法的人，当我刚出生的时候呢，我就学会了我的第一个魔法，叫做大变活人。来一个，不知道现场有没有哪位想被变走的？我选我。
那就是你了，林一老师。你们俩是不是商量好的啊？绝对没有，我们俩绝对没有商量好。肯定有蹊跷。精彩的瞬间，你们每个人都不要眨眼。不眨，绝对不眨。你看，我现在把它遮在这儿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。我们走。你这个都不用不眨眼，闭着眼睛都能看出来。不见了！天哪，天哪，我怎么在这儿？等一下，你找了。诊断寡症。刚刚是小试牛刀，所以我现在要给大家真正的露一手关于扑克牌的魔法。首先呢，就是我要告诉大家，我有读心术。以前的我的一些超特异功能都是从外放的都能看到，比如说大变活人，大家都可以用肉眼观察。但我这个魔法是你们用肉眼观察不了的，因为我有读心术。你这节目这么长啊，你不早说，给你拿掉了。你们容我准备一下好不好？咋准备？现学是不是你？你找视频呢？在爱奇艺找视频呢是吗？近景魔术十秒速成。这个很一定是能惊艳大家的魔术，兄弟们。长大了之后呢，我学会了一项特异功能，叫做跟牌对话。比如说，我可以问他今天能不能尊重我一下，陆克南老师，能不能尊重我一下？好了，朋友们，现在要开始变魔术了，有没有人要帮助我一下？我。好，那就是你了。来，你说停就停就行了。停。你仔细把这张牌给大家看一眼。看好了吗？看好了。然后呢，我洗一下牌。牌，你能不能帮我把刚刚陆克然老师翻的那张牌找出来？他说不能。牌已经告诉我，他说他已经帮我把陆克然选的那张牌翻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八，对，就是他。还没有结束这个魔术，这个节目还包括了我对观众朋友们的祝福。大家请看这八张牌。我爱你，一生一世。谢谢大家。精彩！好，魔术师抓紧时间收下自己的道具。再来个舞蹈吧。我们跳吧。好。开始吗？搭呀，他们俩好像啊！我就想，为什么？就是为什么这些男的一定要这样？我后来想通了。加油啊！这边。好，谢礼。跳的我们都陷入沉思了，为什么？就觉得你们都好厉害啊，好多才艺啊。没，我们这种很惨的，过年回家都是就是被逼的，人一定要跳，都跳，都跳。他们也会让我演脱口秀，我也会拒绝。那是更尴尬。我大姨会在广场舞清场，说我这个侄子跳舞特别厉害，大家清场给他表演一下。真的在广场舞清场？对。会不会有阿姨下来想跟你跳？我跳完我就跑，我不是在跑。